早上几点？5:55。看，我们在这个小豆岛，然后呢，今天说要刮台风，所以我们得赶紧的，这会儿去坐船，然后去高松，回高松。刚一出门就看见大海，特别好看。昨天没睡好，因为那个日式的那个房子那个窗有点，就被台风刮着有点晃晃晃，有点吵。然后呢，我因为戴了耳塞，谁都听不见闹钟。这会儿这个天气就很好看。这个是金刀比罗宫的一个大门，我们已经走得累死了，但是才刚到大门。现在是在金刀比罗宫的一半吧，这个。差不多已经急完了，对吧？你有回想起来你之前很急吗？小周威，我的天，灾，我的天，啥意思？看来你要去买个开运的符了。感情，我就看到了个意，就是感情还是不行。好不好吃？你吃一下。好了，你吃一下看。Oh my god！ 这个鱼好肥啊！你吃看，好吃吗？好吃吧？好吃吧？什么味道？我尝尝就知道。还行，还行是吧？酸酸有点。哦，腌过的吧？你尝这个鸡腿，这鸡腿还超好吃。我这是生鱼啊。是生的对吧？让我吃吃个饭。你把柠檬撒在上面试试看。你吃我这个鸡腿，我这鸡腿超好吃。好的。反正就是呢，这个这样子也才吃到正宗的，是不是？对对对，你吃，超好吃这个，就鸡皮都脆的那种，超好吃。你吃，好吃吧？嗯。这个加油站超小，就那么几辆车。没有来。有一个，后面有一个，但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也没什么人，就这样，就大家慢。他那个车也很短，只有三节车厢那种。你看外面这么亮，还要开路灯。我俩现在在这边，在这个宾馆的这个。现在是10:30晚上。Kitchen 里面，对啊，10:30里面。然后我俩现在在喝啤酒，喝啤酒的同时呢，干什么？这么卖力？那我也得，我俩得甩一下呀，有点魅力，得有点魅力啊，要甩一下，两个疯子，然后在这边，然后呢喝啤酒，然后一不小心看见这个宾馆的留言册，发现了很多惊喜的东西，然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点小惊喜。那这个宾馆的留言册，这个是这个宾馆留言册的第二本，第一本也很有惊喜，第二本我给你们看看啊。第一页，这个女孩就给你画了幅画，她应该是来自，可能是泰兰的，对，泰国。
他画了他的自画像。然后第二张你看，韩刚才是泰国画家对吧，这是韩国画家，就开始了画了他玩了猫了，大这个韩国小伙伴写的非常的认真，这个 PS 真的比正文还长，对吧？ PS 比正文还长，这写的很认真了，相当的认真。他说他真的很后悔没带 cash， 没带现金，这个地方是不收 credit 的卡的，然后他一个现金都没带，然后后来说这个前台的服务员说没关系，可以让你用那个信用卡，他就觉得下次旅行你们记得一定要带现金，那不带现金一分钱都不带出来旅行，真的也是有点够呛。这是一个来自 Belgium 比利时的一个小伙伴和他的一个法国的小伙伴吧，应该是你们发现读多了这个册子上的英文各种文章，你会发现每个国家的小伙伴写英文都有他们独特的字体，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国家的人。这个也是一个韩国小伙伴，你会发现韩国小伙伴写的这个字体他都很有条理，一二三我什么时候干了啥，一二三四，就可能上学的时候比较喜欢写笔记。这个是看不出来。 Nice day, stay here. Very convenient location. But facilities can be better. 这是一个有批判精神的人，对吧？我们所说的杠精。是啊，他说很开心，别人都说很开心啊，这个非常美好。他说 But, you know, but facilities can be better. 有没有？说设施可以更好一点。那这个建议也是很好，这个你看，这个就强烈对比，你看这后一篇就说 We love 什么高松 so much miss you， 有没有？就是抽象派画家 Thanks for having us， 然后抽象了一下，不懂画了什么。哎呀，这个厉害了，这个有没有字体都是那种像那种标准的那种什么书法字体啊，画的也是很厉害，但我看不懂他写的啥，大概就是他坐了个船在海里飘，有吗？这个是来自英国的小伙伴，来好好看英国的小伙伴怎样给你写标准的英语。 This is our first visit to Japan and the start of our 4-week long honeymoon。 哇，这个人是过 honeymoon 的，过蜜月的 Sophia and Josh。 这个是他画的丽林公园，你看见吗？是那个桥。对，是画的那个桥，你看，抽象派中国风水写意，来自英国的小伙伴给你画一个风水写意画，有没有？这册子上都是画家。你看这个人大概比较想红，他是叫你检索他的名字叫高川纯。别的不说，检索他的名字。我就不要把我的微信号留在这儿。对啊，留微信号，我们俩都留。待会儿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加我们，应该留我们的邮箱。这人有点潦草啊，你的名字叫谭氏对吗？你姓谭叫谭氏吗？谭先生还是谭女士啊？啊，谭氏。那我再看这个来自台湾的画家，你看看，给你比了个心，看，比心。这个手指一定要红色标出来，因为才像灵魂画手，强调了重点。对对对，比心，用色彩。这女孩写的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她又画了，她写了说她那来那天刮台风，然后呢她就在雨里面走的时候呢，她就想说去尝一下那个复古鸡，然后尝了复古鸡之后又因为台风呢，他只能就坐在那儿就点点东西，然后就吃一吃了，然后就去 shopping， 就去买东西。这个平常很忙的街呢现在都很空，所以呢他就在星巴克里面点了杯抹茶拿铁，然后呢就在那边
慢悠悠的过了点时间，然后看看呢这个风暴，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浑身都湿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很美好的一天。叫 Samantha， 他是9月30号到这边的，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孩，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刚好就错过了几天，没有认识这个朋友。这个是什么？叫板出市，对吧？我们今天要到这边来吃海鲜，对，对吧？这就是十一旅游，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来了这个什么海鲜鱼市场，以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旁边呢有一个海鲜食堂，这个食堂呢，哎，网上那个人说他11、12点来的时候就准备关门了，但是这个海鲜食堂它实际上是11点才开，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早了，有没有？你看，就不会死。这个牡蛎才398，350克，398。嗯，这一就是150克。对对对，398，398多少钱？400块钱，424块钱。24块钱对吧？这一袋的牡蛎24，但人家这个新鲜的，啊，那个虾30不到好像。好吧，这很可爱。嗯。他把它养在水里，你看，养在水里边，然后呢就不会死吗？他还可以直接加热，对吧？对，做刺身用的，中国产，就那个大扇贝10块钱，蟹肉棒当饭吃，对吧？你别吃拉肚子晚上。这养了多十瓶，九十八的话是几块钱？6块钱，对吧？你喝这么多养乐都喝死了。这消化不良啊！你喝吧，因为我们得拎过去，我明天还要骑自行车呢。哎，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明天拎了骑自行车喝。买了这么多东西，就跟疯了一样。这是今天的中午饭和晚饭。本来想多买些海鲜，后来想想。虽然很便宜，但是想想吃这么多也差不多了，再吃太多的话，我们行李的话下面还有好多天旅游，然后拿不动的话也很麻烦，然后海鲜又不能放很久。刚逛超市逛出了瘾，本来都准备去那个站了，现在又看见了一个工厂店，一件衣服20块钱，又在这边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就可以补补你旅游的时候缺哪件衣服不见。而且都很薄、哦。你买个你缺的，就这两天旅游缺的。嗯。就这一种你比较缺，你可以买一件，过两天有点天凉，正好穿一下。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还可以做睡衣，有没有？你拿的那个真蛮厚的。对啊，这个。你还可以做睡衣，过两天天凉嘛，正好330日元的话就是20块钱人民币吧。都是300的，估计还有税，估计会有税的。有税也没多少，有税8%吧。8%大概35%吧。这个风格有点日系风了，你买回去绝对有特色。三百这。我就想买这个哪一种的。这个会不会年纪看起来穿了有点大？这个吗？啊，这不有蕾丝吗？哇塞，蕾丝年纪大最喜欢穿了、啊。然后刚刚赶车赶得我们好累，但幸运的是赶上了。我发现他们这边车真的非常准点，说是12:04就是12:04。这会儿呢，我的小伙伴刚刚下车的时候，因为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呢，他就正好走到那个电车门口要下车的时候，那个接驳车门口要下车的时候，那个门关了，然后他现在也不小心去了下一站，那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要到的这个川之江站，因为我们这个宾馆就在旁边，所以我一会儿跟我小伙伴联系一下，看他怎么安排，因为这个四国的交通非常的没那么方便，他大概有的车只有一个小时才有一班，所以我跟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现在要怎么办，然后回到这边，然后我看一下时间什么的，要不要先去宾馆等他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这次旅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吧，就是如果你要下车的话，你要赶紧下车，因为它每一站有的时候停的时间不会那么久，也就一分钟左右，所以要赶紧，速度要快。爱研读小册子的小朋友，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你看看这个脚的用脚，脚要不要拍进去？然后现在什么心情？现在的心情就是景色很好，但是坐在这边太有限了，真的。凹造型凹得很累。但是这边景色真的太好了，你看，你们看这个后面，真的是在这边发呆看海能看一天。啊，这里镜片掉下来，我眼镜镜片掉了。好，不像我才来的时候那个隐形眼镜掉在眼睛里面取不出来，现在眼睛镜片又掉了，这趟旅行眼镜跟我过不去。急。好吃啊。这个肯定是中午的，你要沾这个才香，才香。嗯，瓦萨比。都有汁，每一天都好吃。都有筋啊！嗯，你沾太多了是不是刚才？嗯，眼泪都流出来了。都有筋，掉过。这个哎，我要在背景里，背景里夕阳。哇，因为我其实我不戴隐形眼镜会好看，不戴框架眼镜会好看一点。你不要想太多，这里面一点都看不到你的脸。真的真的。那算了，戴隐形眼戴。I'm serious。你真的只是一个在背影在里面。